这个吗？这个最后看吧。不，我们要先看、这个、最后看它，好不好？我们有一个超级大的、超级 beautiful、超级 surprise、超级厉害、超级无敌的，不准直接滑到最后、啊。这个是整个人很歪，这样吗？不是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就是这样，我就会 C 位，就这样，就这样。就是我不要拍了，再见。这样，我怕你是有点真的是膨胀。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琪，我是小助理。好久不见的公关开箱的视频又来喽，又是一个让人眼红不止的视频。所以我感觉，哎，我们以前拍公关开箱就是一个星期就可以更新一条，所以现在是一个月了还没有更新一条，就是因为我已经过期了，没人送东西给我。因为月总有阴晴圆缺，你知道吗？就是人也有忽胖忽瘦，对不对？对，就是有些人会很火，有些人就是会慢慢变凉。比如说你越来越火，然后我越来越凉。比如说没有谁。Nobody。 第一个，谢谢帕尔玛之水的公关团队。喜欢这个香水，就你很喜欢那个什么淘金娘加州贵，所以你有了对吗？所以我有了，你就这个送给我对吗？送给粉丝吧，这一瓶我们就不喷了，所以我送给大家。不是，下面还有一层，真的吗 ？Really？ 是信封了。Oh my god！ 送了五支唇膏，支护手霜，各他们家的身体乳。嗯哼，好啦，谢谢你的礼物，每一个我都很喜欢，谢谢。下一个我们来开什么呢？他吧。我收到宇宙大牌 Lamel 给我的礼物，我有点小小的诧异，原来他们家是这么大气的吗？就不会跟我这种小博主置气。第二佳琪，6月8号世界海洋日， Lamel 海蓝之谜倾情呈现的2019海洋限量版的精华面霜， Lamel 海蓝之谜，谢谢海蓝之谜的礼物，希望可以跟你有深入的合作。来下一个，它叫 House99， 就是一个洗护品牌，大卫贝克汉姆做的牌子。大卫贝克汉姆，维多利亚的老公，贝克汉姆本人做的牌子。对啊 ，Yes， 这个牌子非常好。好了，这个送给你，现在身为小助理，我可以坐着录吗 ？Bobby Brown， 这个很不像 Bobby Brown 的礼物哎，粉粉的。对，它为什么会这么粉 ？Bobby Brown 怎么这么娘？就是哇、哦，限量款啊，好不像 Bobby Brown 哦，是限量款对吧 ？Bobby Brown 的灵魂，这个才叫 Bobby Brown 啊。这才是 Bobby Brown 的极简风格的礼盒啊！你要送我一套刷子，12吧？啊，确实刷子很贵的。谢谢 Bobby Brown 的礼物哦。啊 ，Bobby Brown 较亮的高光腮红送给大家，彩盘啊，我们送一个女生给大家 ，Bobby Brown。接下来这个礼物啊，他送了本书给你，送了本书，就是要我多多读书。这个品牌叫东方巨道，我知道，宝洁旗下的。你知道他的代言人是谁？我知道夏之光。嗯，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他们那个选秀，我就很喜欢夏之光。对，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用功的男生。啊、嗯，好，然后这个，你知道吗？夏之光还学我。Oh my god！ 哦、oh ，买他 ，Amazing！ 他学我，在床上刷视频的时候，有一个明星还提到了你，然后下面的评论就说你连李佳琦的小助理都知道。就他提到李佳琦，你先猜哪个明星？真的很烦的你。他是彩妆品牌的代言人。所有女明星都有代言吧？他非常的小，他很可爱。你见过本人欧阳娜娜吗？你见过欧阳娜娜本人？我在梦里见过。好吗？不是关晓彤，彩儿，不是殷彩儿，你的头了，殷彩儿小吗？是殷彩儿，说错了，不好意思，殷彩儿，我跟你说对不起，殷彩儿，你非常小。什么名字啊？宋祖儿。对，宋祖儿。你知道宋祖儿是干嘛吗？就他在推荐美宝莲的口红嘛、嗯。然后他说，哎，我想把这个颜色试在手臂上，那我可不可以有一个人来帮我试一下？嗯、他的工作人员就这样把手臂伸出去，他就很严肃说了一句：“你看我李佳琦在没有图的时候，他的小助理就把他的手伸出来过吗？你为什么没有像他那么有默契？”这种意思啊，懂吗？就很好笑。就我觉得你讲故事很不在行。Oh my god， 这些有没有很贵气？嗯、看到了没有？它是两个玉，就是按摩吗？不是，给我用啊，好冰哦！我来给你用。冰不冰？这个好冰哦，感觉这个很适合我，谢谢。这个很好哎，谢谢。好，送给你。那我们送这一支夏的给大家，好不好？夏天的，对的。谢谢东方之道的礼物哦，谢谢雨熙。这个是雨熙的8月限量版新品，有凤来仪，这常规包装，这个是升级包装，很漂亮哦。喜欢，那我们把常规包装的送给粉丝。哎，我们可以把这个口红都送给大家，这个口红我都有，抽一个人送6支，真的吗？全套。好的，谢谢雨熙的礼物哦，谢谢你。下一个礼物，香缇卡送给佳琪的礼物。他们家礼物很有意思，真的吗？盘就是有针对性的这些动物去做一个保护，真的吗？就买它就会给这些动物有保护基金。对对对，大象跟野马很不错耶。那我把香缇卡的粉霜送给大家，谢谢香缇卡的礼物，科贝利，他们家就哎、是，他有两套。我长这样吗？你长这样啊，你本来就长这样啊。哦，这好帅哦，这样子。嗯，
这个还蛮帅的，哇，这个好有新意哦。哦，我知道它这个品牌，我知道这个面膜，这个面膜就是我用了一次之后就会不会忘记它的一个面膜。但他家东西有点贵。对的，这个面膜很厉害啊，这个我想用起来耶。他们家本来找你做直播的，然后呢，我嫌它太贵，对，很有卖点，你为什么要拒绝？你嫌别人贵了？你，那我嫌贵当然了，因为我要为粉丝着想。那我们就送两个给粉丝呗，送你的好不好？送我的这两个给粉丝，一个精华，一个他们家的那个粉末的精华给大家，好吗？谢谢你们的支持哦，谢谢科菲丽的老板送我们的礼物，谢谢 Fan Beauty。对，这是范冰冰送给佳琪的礼物，是她的一个面膜。她的面膜其实在开旗舰店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买了，然后我听说这个字是范冰冰本人写给我。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就是不会写给我吗？范冰为什么不可以写字给你？因为我还没有火到这种程度吧。对，他就是复制一口气写50张，然后派给底下的员工分开送这样子。他其实也不知道会这个会给谁吧。他写了第二佳琪，哎，那我就说不下去了。谢谢冰冰姐，然后你的面膜我自己都有买过，他们家的这一款海葡萄凝水保湿面膜，那我赶紧用起来哦。谢谢你的礼物，这边有两个，那我们送一盒给大家抽奖哦。谢谢大家的支持。格莱美送给佳琪的礼物，这个就是1、2、3，再来一遍。哎，我们以后就所有的视频就用这个来打板嘛，好不好？然后这里面有东西是格莱美的，咚咚咚，他们家的三款明星面膜，然后它的面膜很炫很漂亮，看一下，就这样子的。天啊，这个好炫哦！这个就是银色的那种 ，Oh my god， 我居然这个要用起来，而它那个颜色是那种银色，哦、哇！确定这不是油漆本人吗？好，谢谢格莱美的礼物，谢谢你啊。第二佳琪，感谢以来对 SK2 的支持，盛夏将至， SK2 为你准备了全新款的限量的神仙水，他们的季度的时候出限量的包装，喜欢 SK2 的神仙水的人会很喜欢，真的很会捕捉消费者的心理。你这样子 SK2 永远不会送你礼物，就是天天只有买的份。那就这样了，那就要说两句好话，所以就把我的钱都圈走了。小助理真的自己买了两瓶，因为 SK2 神仙水佳琪一直在用，这是 SK2 送啊，送抽奖送给大家，来谢谢 SK2。 下一个礼物，这个呢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但是这个我们被送走过一份。佳琪上次跟小助理去巴黎的时候，我们两个巴黎的店铺里面拼出来的两个颜色，然后就把这个再做了一份定制送给佳琪。这好像不是我拼的，这是你拼的，你就是拼的这个颜色。我拼的颜色这么无趣吗？对啊，我赢了，我赢了。Warwick 跟你的这个比，相对来讲是稍微的无趣那么一点点，成熟一点，好吗？谢谢 Make Up Forever， 谢谢我们 FAB 的一个品牌方送给我们的东西。给你们看他送的礼盒真的很漂亮，很多很多那个博主都有推荐过他们家的产品。大家如果喜欢这种很温和的护肤品的话，大家可以去买一买 FAB 哦，好不好？ Yeah. 来，我们下一个。大的百雀羚，这个呢是百雀羚的高端线的，叫做山生花套装，玲珑玉限量版，有一个水，一个乳，一个精华，一个面霜，是的，都好漂亮哦。是的，谢谢百雀羚的礼物，谢谢你。欧蕾送了两份来了，他们家新上了两个特别屌的单品，我知道这个超 A 眼霜，视黄醇为 A 眼霜，超 A， 就是抗皱超厉害的东西，对，跟你一样很 A。你才 A 嘞，你全家都 A， 你知道？那有两套，那我把我的一套送给大家吧。什么意思？因为他送了你小助理，我不想跟他说话，我也不想跟他再多说什么了。就是我们的 Olay 家的一个新品，它是超 A 系列的一个精华跟一个眼霜，就是它是号称28天可以把你脸上的5大皱纹都可以帮他。对他家的东西这么熟悉，要背他们的文案是吗？不是背，就是真的是了解到，他就说28天可以让你肌肤紧致，我也有点不太相信。就是抗老很厉害。对的，然后我会试用起来给大家做反馈，谢谢 Olay 的公关礼物哦。然后我们这一套都会送给一个女生，好不好？我把卡片拿出来了啊 ，B O 全。标全我有用哎，他连亲爱的佳琪都不想写，亲爱的朋友，就是好，我们是好朋友。就高端的精英男士都会买他们家，那你是高端精英男士，这个送给你，谢谢谢谢。哎，这是别人送给我的礼物了，这不算公关礼物了。这是谁送的？这是那个巴黎男，这个帽子很好看哦，感觉戴上去很有钱的样子。哇，这是我的尺寸哎。哇，老板，你送这么大一件给我，你是要我干嘛？是要我穿三个我吗？完全就是为我量身定制，送给你，送给你。所以它背后还是谢谢巴黎男的礼物。这个礼物你在家里放了多久？你看它的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葡萄，对，好像淡淡的。它的葡萄，真心觉得对不起 OT， 就是因为我收到它的时候正好我出去玩了。
这是欧缇丽的一个净痘平衡水乳，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精华，这个我用过。他们家还有名的风油精爽肤水，用、上去就很清凉，然后不会油，不会油腻。那我们就把这两瓶送给大家，但是很脏哎，我们会擦干净送给大家的。这是搜到的悦木之源给佳琪一个礼物，我们打开看一下。哇哦，黑金面膜，感觉这个很贵。是黑金面膜吗？看到没有，这种亮亮的金色的，那它的效果就是抗老紧致吗？清洁面膜，我买来就是当清洁面膜用的啊。它是活性炭面膜，是谢谢悦木之源的礼物，我会用起来哦，很漂亮。这个是 LB 送给佳琪的一个礼物，眼线笔、眼线胶笔哦，日本所有女生都会去买的品牌。他们家这个很屌，眼线胶笔哦，这是他们家全套彩妆，这个很屌，这个很屌。LB 的眼线胶笔就真的最好用，防水防油，不容易晕妆。对的，谢谢 LB 的礼物哦 ，Becca， 好。美呀、哦，这个也太美了吧！看一下，我的妈呀，真的！你知道我联想到了什么吗？你有没有去过卡拉 OK？ 有哦，就是那个球，卡拉 OK 的那个灯，那个球，啊，偏光超美的。谢谢贝卡送给佳琪的礼物哦。来，我们下面一个欧树，心爱的李佳琪大魔王，盛夏来临，欧树特别献上了我们甄选的五大明星产品。欧树是真的还蛮不错，因为欧树的精油真的是法国随处可见。这个精油对他们家多功能，对的，就多功能精油，就头发上、身体上，来聚焦一下，头发上把脸挡住，不要，头发上、身体上都可以有，聚焦在我的脸上。然后这里面还有它的一个特护霜，然后还有欧树的一个保湿眼霜。以及欧树的一个爽肤水跟一个卸妆凝胶，这个水我也用过，很棒。然后我们送一份给大家，送个礼物，谢谢。花生，这是花生剂送给佳琪的一个。三、二、一，哒哒哒，一个葫芦，好好玩的是，真的很。葫芦里倒着卖着什么药？很会讲梗哎，葫芦里卖着什么药？对啊，哒哒哒，初修是毛戈皮旗下的一个品牌，初修它是口红，包装好有心意哦。哦，它是还有一个这个流苏，它的包装好好玩哦、啊，是质感是好的东西。对，哎，是、哦、包装都包装不一样，它质感是很好的东西。三个颜色也太好看了吧，那是同色系的东西。好了，谢谢我们的初修，这是番口，番口送来的礼物，番口的美白面膜啊、哦，我喜欢，我喜欢任何一切关于美白的东西，真的，番口家最厉害的卸妆油。就超级超级好用，无添加的卸妆油，把你这套送给大家吧。那送一个吧，送一套，两个两个，一套，不能再多了。好好、这个，抠出了奇迹。今天我们视频的重磅炸弹，这个是我的，屌丝，你的那套也要送给别人了。我跟你说真的，我跟你说，打开之后疯掉，疯掉，来，我们疯掉。Oh my god！ 特别为您定制了全球只有两个的香榭格雷全系列香水礼盒。天哪，他们家全球只有两个，我不相信。这个不能送，这个太珍贵了，这个礼物。那我自己买了一瓶，你要不要闻一下？我形容它的味道是一个正在洗澡的女生。我觉得这个是有钱人家里面的味道，它很适合喷在。环境当中，对对对对对对。瓶呢是香榭格雷的一个马鞭草的理想国，因为这瓶我还蛮了解的，它里面是有到那种就是小豆蔻的香型，就是有一种奶香味，但是又很比较清新的那种味道，就感觉你是一个很活泼很阳光的少女。然后刚刚小助理第一个推荐的这一瓶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一定要买，对你家里会很有钱的感觉，所以这两瓶我们会推荐给大家。谢谢香榭格雷对我们的礼物跟支持哦，很喜欢，超爱的。但是我们不送啊，这个送不起、这个真的舍不得送。哎，这真的是我有生之来收到最豪华的礼物。那娇兰呢？也是啊，娇兰更贵吧？对，但是这个很有心意，是全球只有两个。哎，我的娇兰香水呢？那个，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个礼物、啊，来看一下。我的娇兰香水去哪里了？我又不知道，你娇兰香水，你不是放在自己的地方了吗？关我什么事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那你去找啊。会送大家一瓶雨欣，然后会送大家一瓶 SK2 神仙水，还有我们的东方纪道的夏的一个精华，科贝丽的一个精华液跟粉末精华液，六支雨欣的口红， Bobbi Brown 的腮红，帕尔玛的香水一瓶，然后还会再送欧缇丽的这个套装，再送冰冰姐的 Fan Beauty 的面膜一盒，还有一套这个欧树和一套 Olay， 还有两瓶小助理送的番口，也很贵，好不好？对，一二啊。我们这次的视频会送出12份礼物哦，希望大家给出关注我们的 PR 公关礼物的开箱，好吧？那我们下一次视频见，一定要记得多转发、多评论、多点赞，
谢谢大家的支持，拜拜。